我都一个月没吃苹果了，啥样了现在？过来，宝贝儿，来，来呀，瞅啥呢？嗯，来来来来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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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这慢慢悠悠的，居家28天了，嗯，能不能解封咱也不知道啊。这好不容易整个苹果给你送来了。在家就27八天了，我们家里一点水果都没有。哎呀妈，求爷爷告奶奶的啊，谢谢我，有一个苹果赶紧给你吃，谢谢，再谢谢。想走不？溜达去啊？想溜溜去啊？一天不走都闹心呢。哎呀，黑龙江还挺好的，一直都没下雪。我看那沈阳、长春都下雪了，你说我们黑龙江咋就不下雪呢？给这个大雪把我们黑龙江给遗忘了。吃一口啊，来，哎呀，来咬着脆，看看啊，这大苹果够大不？好不？哎呀，搁嘴里自己又咬一下，一半太大了，搁嘴里边自己又咬一下，吃完溜溜就，大苹果痛不痛啊？期待着23号晚上9点能解封吧。哎呀，希望啊，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呀。哎呀，哎呀呀呀，都整嘴里去了。咬一口，咬一口，这留点儿，吃啥呢？一劲儿造霉它呢，这。跑你那蹄子啊！天晚上它就搁这里边走啊，你就搁屋里边搁炕上躺着，就听那个脚，夸嗒夸嗒踩那个砖呢。没有了啊，吃去吧，吃完咱就溜溜去了。给你好吃，你也不跟我背耳朵了，要不然就给我背耳朵，吓唬我。是没有那明白人给我看看这肚子，这一点没见长啊，铁子们，这就是没怀上，90%是没怀上。那怀上的肚子怎么就不见长呢？我记得我家以前那匹马的是那个马怀孕的是5个多月，那肚子就可大了，就横过来了。这到这个28号就6个月了，这是。希望越大，失望越大，对你寄予希望太大了，真的。苹果也吃完了，走吧，溜溜去。